说我找了好几家去，问了好几家，就不能不给理，理不了，真的。教授也是，教授。行吧，我挂一下。然后就自己来，后来想了一想，那还是。这边也有一个。那年他们发个农年吧，我们那个是农汤，那汤比较好，对吧？都是农汤。我来。啊，我尝那个牛肉大骨。这广告没几次，但是基本上老是广告的话，要么就是新京嘛，要么就是，这要么就是七天。我是一般他是。他第一次刮光头还是他们大学失恋的时候，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每年也不知道你是刮，然后基本每年就刮一次。哦，你们第一次感觉到刮光头有挑战是吧？好，然后咱们因为正好每年新的开始嘛，行，不就迎新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，经常保健不行了，平常是一年一次。嗯，好，咱到时候买的房子先增加点。说啥呢？他的裙子忘记了。我想吃一个胖子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关上门。